Missy 乘虚而入，一步步攻陷情郎嘅心。从对话记录见到，佢哋态度亲昵，会互相叫对方未来老公、未来老婆，仲话系心肝宝贝，承诺会陪对方一世。有时又会欲拒还迎，出动嗲攻，同学生讲走都唔讲拜拜，老婆都唔理。B B， 我已经上咗车啦。唉 ，B B， 你翻咗屋企未啊？仲有，我今日喺礼堂唔好成日偷望我。